二十了，你在家不是不吃饭吗？好，等我一下，我把这个关了，忘你今天吃的对吧？我们复习一下昨天学的，这个词语。上什么？哦，这个第九个，哎，要看优六越，月。优越感，优越，对了哈，呵呵，再看一下这个呢，这个词语，适宜，对，适宜，适宜。适宜，好，星期六哎，今天很开心。我很开心啊！你，哎，你为什么的开心呢？啊？为什么开心？因为我今天课很少，我今天的课，哈哈哈。你这里还有半个月，还有10多天，对吧？就要去，你还有10天就要去上班了，你要努力玩。对，你要努力玩，马上就没有 holiday，没有假期了。对，对吧？你要珍惜你现在的时间。你上班的话是一个星期休息一天，对吗？对，都差不多都休息一天的。我们这里很多也是休息一天。上班。好，这个词语你再读一下这个。这个湿是润，对湿湿润，润。对湿润是对的，好，适宜啊，再等一下啊，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，这个。闹钟，这个呢？酒，红酒，红酒对吧？红酒或者叫葡萄酒，红酒、葡萄酒，OK，卡住了，再看一下，怎么又到这里来了？等我一下哈。这个词语，当初，对，当初我们经常说想当初想我以前的时候，想当初，这个呢，这个词语，归属。对，归属，我是归属这个队的，归属，归属，好，再看一下，这个呢，这个词语。受得了。受得了，人家说受不了你，呵呵受不了你，还有这个词语，这个词语，不重样。不重样，对的哈，这个我们又学了哈，这个，这个词，这个词语。对，山三冈，缸。对，就是小小的矮的山，对，小的山，山冈，还有这个呢，意味。对，依偎就是靠在依偎在男朋友的肩膀上，是吧？依偎，还没有对吗？还没有。Do you call it? 这个呢？这个。向往。对，夕阳向往。这个词语。五样。对，样的话好像是不舒服，
生病的意思，样无恙的话就没有什么，别来无恙，希望你这一段时间不是，但是它是这样的，就是别是分别对吧，分别离开对吧，就是上次从上次离开分别以后这一段时间，我希望你没有不好，叫别来无恙，好像有一首歌叫做别来无恙，很好听的，我忘了，好，再看一下这个呢，难忘，对，难忘的时间啊，难忘，好，这个哦，这里有一首歌我不会啊，这个我没有听过啊，太老的歌了，那是，看别的哈，这是他的歌词，这个歌啊，哎，你觉得中文它美吗？就是有一些句子很美，对啊，很美，很多，一些句子很好，比如说，这个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吧，就这一段话，你读一下，在梦里我又回到难忘的故乡，那弯弯的小河，真正的花香，使我向往，对，使我难忘，对，OK， 没错哈，下一个，这里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词语？无所谓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不关心，随便，对吧？无所谓。这个词呢？这个词语？这个词语？曾经。对对对，曾经没有错啊。下一个单元，这个工作狂啊，这个，工作狂叫爱干活的鬼，爱干活的鬼，对，在越南的话，鬼你知道吗？鬼这个词，鬼，在越南也有那个清明节吗？是吗？有没有？清明节就是去有对吧？有，就是人们在墓。对对对，墓扫墓对吧？扫墓。对，打扫那个墓地，扫墓，对的。也很快了，对吧？很快就到清明节了。很快。对，这个我们的风俗很像。对，还是昨天的话，我在直播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要准备买一些纸啊，去烧啊，对吧？烧纸去扫墓。我好像听说就扫墓是也是啊，他人来越南，然后他们，这个继续放球就是越南的钱。好像这样。我的意思就是新写的书，花人。我好像听不太清楚啊，今天网络。好。再看一下哈，再看一下这个词语，这个词语。效率。效率啊，这个读率。效率，对，率，效率，效率高或效率低，对吧？效率好，好，这个呢？这个词语？容忍。对，容忍，容忍，难以容忍，
不能容忍啊，can't stand 啊。好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词语，这个惹啊，他不要惹我啊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要惹我啊，你不要惹他啊，他这个人很奇怪啊，是吧？这样，好，哎，这个呢，这个，对，明明很明显，哎，跟我们学，你学过那个明显吗？明显也是一样的，对，他明明很喜欢我啊，就是不说，再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呢，这个词语，眼光，眼光，我他眼也，光不好。你眼光不好吗？这个这个眼光不是那个这个是视他力，看人的吗？对，看人或者看那个机会，对，他做生意的眼光很好哦，他看人的眼光很好哦，他找的女朋友太棒了，这样啊，好。哎，那个，如果是看得清不清楚的话，我们叫视力啊，视力，视力啊，叫做这个，sight，再看一下哈，我是大卫啊，我是大卫，三个人在聊天哈，聊什么呢？哎，在越南的话也是认为有鬼的，对吗？在越南，有鬼，对，鬼就是鬼，鬼啊，一样的，对吧？一样抖音的，一样的。哎，有你们越南的话有拍那个恐怖片吗？鬼的恐怖片，吓人的恐怖片。也会拍这个，我们中国的那个鬼片很多，很吓人的。好，我是大卫哈，有一个故事，说的是有人在市场卖鬼，这个，什么卖鬼？够吓人的！够吓人的哈。好，人们听到鬼啊，都特别害怕，根本呢不敢靠近，哪有不怕鬼的呀？哪儿有不怕鬼的呀？这人说他的鬼呢，跟普通的鬼不一样，光会啊，就只会一样的啊，只会光会干活，不会害人，这个，是吗？这个鬼买多少钱？整整200两金子，整整200两金子天哪，真够贵的，真真够够，贵的。对，真够贵的。有人说了，有人说了，那这个鬼呢特别能干啊，能干活啊，做很多的活，哪怕再难的任务，他都能顺利完成。真的不行，是了不起。对，真了不起啊！对的啊，而且，他的工作，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你再读一下，教训。效，哎，不对，效率啊，效率，效率。对，雷率啊，效率特高，再多的人一起。再多的人一起干也没他干得快，谁买了他，谁就能发财。Get rich 不可能的，要趁有这么好，他能买给别人吗？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买，卖，卖，对，卖，sale。买是买东西，buy 啊，
这个人说了，这鬼呢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一个难以容忍的缺点。到这里了。什么缺点？怎么？我今天读了很多。主人再忙再累啊，也得给他找活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。这个是读什么呀？这个，让他护着，让他。混着混不能让他，这个是读什么？闲，对吧？闲，二对，先闲，闲啊，他很闲，他很有空，还有那个休闲，休闲就是休息的时候呢，穿的这个衣服啊、鞋子啊，休闲衣服啊，我这个衣服很休闲，休闲的衣服。这人活而少啊，就想呢卖了他。对呀，哪有那么多货给他呀？他要是没货没货看，肯定做麻烦了。对，惹麻烦，对吧？好，惹麻烦啊，什么呀？这明明是优点嘛，光干活不吃草，哪怕再贵也值得买。有人花了200两金子金买子。了这个鬼，成了鬼的主人。后来呢？给他的任务他都会干，而且干得又快又好。这人真有眼光，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，肯定能。这个是读什么呀？发财。发财。这个，在越南过年的时候，你们一般说什么的呀？过年的时候。恭喜发财！一样的吗？我想，没有，我们就是祝你们，你说，节快乐。节日快乐，对吧？在中国经常说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再看一下哈，节日快乐，太淡了。对，一年以后呢，鬼主人呢，就发财了。要是有钱，我也买一个。我不想干的，就让他干。对。这事不好说，就不一定啊。这事不好说，要是主人忘了，这个难一点。这个是做什么？布置任务，布对对置对，是任的，务。对，布置任务，会怎么样呢？爱干活有什么不好？我觉得这个鬼就是个工作狂，我就想当个工作狂，将来肯定能成功。我觉得我是个工作狂。你是工作狂吗？我觉得不是。对，你不没是。有，你没有哈。你不着急工作，对吧？对，这样好。享受生活，我觉得我是如果不工作，我就会不舒服，我就会很着急，习惯了，我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多，我算10点多，你看过我的视频吗？直播吗？好像没有哈，你没有加我。我看过了，看了，在大陆啊，在微信啊，微信啊，在 Facebook 啊，Facebook 但是你，我去工作，你有我的 Facebook 吗？当然有了，你还评论，你还写评论，那对吧？评论，夸我漂亮不吗？不是吗？你夸我漂亮啊？真的吗？
喂，我不知道是你呀、啊。你的越南，在Facebook 的名字叫做也是一样吗？美英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是这个对吗？这个，对不对？就是我，啊，就是你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是你，我看一下哈，我评论过你吗？我打开，哎，我夸你，哇，我看一下，哎，真的是很漂亮啊，对呀，好漂亮哎，很可爱哎，你多大呀？你多少岁呀、啊？哎，真的好漂亮。26，对吧？你看，你都从来不开 camera，你从来不开视频，你看多漂亮。对，当然就是因为 APP 好。你看多漂亮，多漂亮。啊？哎呀，好，我来填一下这个空哈。哦，原来是你，我是不知道。市场上有人在卖什么？卖卖鬼。人们听到呢很害怕，根本不敢。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是打。哎，我写一下哈。这个词语，too close 啊。我想，不敢来吗？不不敢是，来信吗？不是，不敢去，靠近，不敢靠。对，不敢靠近，不敢靠近你啊，不敢靠近。可是卖鬼的人说，他的鬼呢，只会干活，不会，只会干活，不会，什么？哦，害人对吧？害怕的害人。对，不会害人。这个鬼呢卖得很贵，什么什么200两金子，要用哦，要用对，要用200两金子可以啊。那卖鬼的人说，这个鬼呢特别，会干活。会干活啊，对对对，哪怕再难的，哎，这个词很重要，我工作。再难的，工作也可以啊，或者说那个我们今天选的那个任务，对，再难的 task 任务都能，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都能，顺利哎，完成。对，顺利完成，而且呢，他的工作，他的工作，不效率。对，效率高，他的工作效率高，效率高，哎，这个忘了哈，没关系，再多的人一起干，也没他干得快，谁买了他，谁就能，发财，发财，啊，你来读，你来试一下这个，第一个，为什么这个主人卖鬼哎，呢？卖对，这个鬼不好，就是有一个不好的缺陷。不好的缺点，哎，这个是哪儿对吧？哪，哪儿都好，哪？然后这个这里，你再继续，主人再忙再累，也得给他找活干。给他找活干。什么什么不能让他闲着？工作或许任务不能让他闲着。对，这个，这里可以，也得给他找活，应该就是不能让他闲着，这个就是，要比他好一点。你不用这个就是也可以，就是不能让他闲着，你要一直给他找活干。就是不能让他闲着，
要是忘了给他工作任务，肯定肯定会吗？很会什么什么吗？肯定取麻烦。不是，那个是，什么？对让别人啊，惹麻烦，惹麻烦啊，肯定惹麻烦，走人活少啊，就只好把它卖了。有人呢出了200两金子来买了这个鬼，成了鬼的主人。新主人发现给他的工作呢，他都会干，而且干得又好又快。一年后，鬼的新主人就发财了。这个鬼呢，就是一个什么？工作狂。对，这个词很流行。渴望，渴望狂，什么购物狂啊，工作狂啊，什么，还有虐待狂，虐待别人，虐待狂，好，这个词语，哪有老板愿意什么，这个词，对，雇他，就请他，给他工作，雇他，这个雇字啊，比如说雇主就是老板，雇主，哎，这个是你吗？刚才是你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按错了。对，不按错啊，对，好，看一下，哦，这个词呢，explain，这个词读，这个词读，对，解释啊，对，解释，对，可以哈，解释这个难一点，像昨天我们学的那个叫什么？这个。海滨。对，海滨。哦，我昨天又看了越南的地图，就是越南的话，它中部的话呢，是很窄的，对吧？就靠海边很近很近，对吧？中部。它是北方大一点，然后南方大一点，对吧？啊，中间很小啊，中间很窄，这窄。你在中部海边，好，海边，好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狂啊？然后，这个锤，这个锤，惊喜啊！清洁，这个地方很干净啊，很清洁，再看一下这个呢，这个词语，这个，训练。对，资料，好，可以，哦，这个是一点点课文了哈，我看一下，我这个有点长，这个词读的吗？这个词语。这个是读，祖父，对吧？祖父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好像卡着，祖父哈，祖父就是一个家里的那个妈妈、妻子啊，祖父，没有时间，好，我们先退出来，然后再进，好吧？好。哦，你也是网络狂吗？但是我不希望，没有，就是，看了。就是，
很少跟男孩子有来往，对吧？很少在生活中。工作的时候呢？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喜欢的男孩子啊？工作的时候没有，也没有，就是做了朋友，做了同事，就是不能谈恋爱了。哎，我就很难了，我没有女朋友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在家里，对，没有女孩子。除了看到我妈妈一个女的，就没有，那你为什么不出去呀？我不喜欢，太对，我不喜欢，难了，那太难了。对，那太难了哈，找女朋友那太难了，我不喜欢，我以前也在外面工作，但我慢慢的就不喜欢了，对，我喜欢，很难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对吧？很难，不容易呀。再看一下，经常是我喜欢他，但是他不喜欢我，对吧？对，我喜欢的呢，他又不喜欢我。喜欢我的呢，我又不喜欢，是吧？对，太难了，有很多人的，跟你一样，太难了，不喜欢人家喜欢。很难匹配，这个词你再读一下，这个词，对，乐，第三声。你那个"乐"的话呢是第四声，乐乐乐乐这个是"乐”，对乐，对，让别人不开心啊，让别人 upset，再看一下，应该没问题，这个再看一下，这个词语，对，亲眼啊，亲自看到，我亲自看到，就自己看到，亲眼看到，亲自就是自己的意思啊，亲自好，这个我们不看了，第六个啊。学校社团，这个词语呢？这个词语，翻译成 once，一半。对，一旦，一旦，人一旦谈了恋爱就变得傻了，一旦，这个词语，这个词语。对，凡是，凡是凡，只要是，只要是，凡是就所有的，凡是这个部门的人今天都要去加班凡是，这个呢，这个，那凡事顺利，我都不愿意，对吗？凡是你提是的，你的东西，对，可以可以，凡是你的东西，我都不喜欢，你的东西的，对，凡是你的东西我都很讨厌，都很不喜欢，对，可以可以，没有例外，对吧？没有例外，凡是例外，好，上次这个词语，没学过，这个，相守。对，抢手，强。要变成第二声，对，要变成第二声，抢手，这个东西很流行，对，很抢手，你这，比如说你这么漂亮，你应该很抢手啊，抢手不是
不是哪像打人。哦，不是，那个是枪，那枪，啊。它是木头枪，这个是手，去抢，比如说抢劫啊，就拿过来啊，抢手啊，抢手，啊，抢哦手，对，抢手，没有女朋友，还没有男朋友。那你要是在中国的话，会很抢手。再看一下啊，还想认识一些中国人啊，帮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是大卫。王丽。我想认识一些中国学生啊，有什么活动我可以？哎，这都什么呀？啊，看呀。对，参加啊。哎，到你了。有啊，学校有很多学生社团，学生社团，社团但你，是要社，一旦参加社团，包你认识很多人。那个包啊，那个包你认识，就是包是准，还有包准你认识很多人，就是一定的意思，差不多，叫 certainly 包你认识很多人，什么学校，什么学生社团呢？就是学生呢，主持，学生学组生织，主持，对，说白了就是大学一起学习，一起做喜欢的事，一起玩。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社团呢？留学生可以参加吗？凡是本学校，凡是本。校学生都能参加，留学生留学生也不例外。哎，太好了啊，太好了！咱们学校呢有什么社团呢？什么都有比较热门，比较热门的有编译什么会呢？鞋啊，这个是鞋，协会啊，电影协会，协会的话就像你学会对，我们还有学过协作的协啊，协会，好，你学会什么山呢？登山，登山，爬山，登登，对。山，登山，登山协会，篮球学协协会，会。The organization means institution 叫协会，什么社团比较有意思啊？比较有意思，比较好玩一点，那就看你学习的兴趣和目的了。对对对，yes 我喜欢中国画。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社团？这几年中国画挺火的，很必要。对，可是我一天中国话也没有学过，人家还要我吗？人家能要我吗？都可以。喜欢中国画的学生，哪能不要？哪能不要？对。像你这样的准将手，对，抢手准抢手，就一定抢手准抢手好，哎，看你说的，看你说的哎，这些社团在哪？你能带我去看一看吗？就在大学生活，就在大学生活动物中心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对，这样断的哈。大学生是一个词，活动 activity 是一个词，还有 center，大学生活动中心，就叫大学生活动中心。对，这个是读，就是想到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你，
哎，美英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哎，好想到啊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我们读一下啊。大卫呢想认识一下中国朋友啊，他请王丽帮忙。那王丽呢让他参加学学生生协会。啊协会可以或者社团对吧？社团啊，好。学校里有很多的社团，这个，应该有哪个？应该是，只要，你要加入。对，只要加入，这个词好像我还记得，包，厉害，好厉害，yes，包，包他能认识很多中国朋友，对，王丽告诉大卫，学生社团就是学生组织，这个是读的吗？这个是，这个是，相当于简单的说，或者说白了，呵呵，来了。对，说白了就简单的说啊，就是一群学生一起做喜欢的事，一起玩，这个字，这个词语，本校的学生，要。这个，对，凡是本校的学生都可以参加，留学生也不是外例外，例外，对对对，例外，例子的外面，对，例外，留学生也不例外啊，学校的社团多极了，不是，是 hot，或者是这个，有这个，热。对，热门的比较火的，比较火的比较热门的，有电影协会，什么什么协会来着？哦，登山。我没有想到啊，你的这个记忆力很好，记忆力很好。登山协会啊，对，登山，然后你来读啊，你来后面你来读，什么山的社团适合大卫呢？那就看大卫的选择和目的。选择是对的，这个。兴继趣续。啊，对，兴哎，趣兴趣和目的可还可以，还行。啊，兴趣和目的。哦，对，是兴趣和目的你答也很好，选择也对啊，选择也可以啊。好，那你接着读，大卫，他想参加生活化社团，可是他没学过生活化。他担心人家不要他，王丽肖大丽也担心，喜欢生活化的学生，社团们都欢迎像大卫这样喜欢生活化的留学生转什么什么，就是欢迎的，就是像，是啊，都欢迎准可以，我忘了呀，准会受欢迎，欢迎的意思，在哪里？准抢准手上啊，手，对，忘了，抢手啊，是的啊，准抢手，大卫很高兴啊，就决定了，决定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，他。完了，
慢了。好慢了哈，这个，他啊，大卫很高兴，他什么什么？哎，看不到吗？他会很高兴，他决定现嗯，在就去看看。对对对，哈，是决定啊，好，嗯，哦，这个怎么学一下？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啊，这个。嗯，那个是读，该力量指数吗？力嗯，量指对对对啊，你这个很厉害，嗯，意料之中啊，对的，嗯，嗯，我再看一下，可以啊，啊，这个是例外啊，例外，记下例外。好，就我们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我们review 一下，工作狂，啊，这个词你读一下，这个，哎，效率。对，小绿啊，还有这个呢，这个，乐，对对对，乐，还有任务啊，任务。还有再看一下啊，这个你再读一下这个词，sale，这个，嗯，对，我们卖啊，对的，这个字呢，闲。对对，闲，你以为我闲呐？你以为我闲呐？我很忙的，闲，闲。再看一下，这个词语，这个，人义务。对对，格物故啊，对格物故，这个是读欠啊，欠，欠欠，欠。然后这个是清什么？清洁对吧？不行。对，清洁啊，洁白的牙齿对吧？洁白的牙齿，了，还有亲眼啊，亲眼看到啊，亲自看到。例外啊，抢手，那两个三声的话就变成抢手，会改变这个声调。协会，对吧？这个呢？这个登，对吧？登山，登山。登登，兴趣和目的，可以哈，好，今天这是我们学的哈，下次我们学这个，你明天上课还是下个星期呀？明天没有什么事吧？明天不上课对吧？对，还是你先停一下，什么时候我有时间我告诉你哈。哦，好，你提前告诉我，好，好，下次见 ，Good day，拜拜，老师。好，拜拜，